相见是场震撼，从此后我心里被你填满，狂风中暴雨里心心相依，迎着风迎着雨笑容灿烂，奔向你让我们策马奔腾，奔向你让我们踏遍红尘，奔向你让我们紧紧相随，奔向你让我们挥洒青春，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，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此情不灭。也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，转眼间你用爱把我包围，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，为了你走天涯始终不悔，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，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解，我和你共始终此情不灭。朕明白了，你娘叫夏雨荷吧？这样东西是他交给你的吧？他还好吗？不好。他怎么了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已经去世了，去年六月死在了济南。他死了？朕想也是啊，要不然你也不会直到今天才来见朕，真是遗憾。小燕子，这些年来苦了你们母女了。不是，皇上，我怎么了？是不是朕问的太多了啊？让你太累了。不是，小燕子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出现让朕多么的安慰，又多么的心酸。从今以后，你的苦日子都过去了。你是朕遗落在民间的女儿，现在你回家了。不是，我娘娘，这位姑娘该用药了，先给她吃药吧。张嘴，叫格格，什么姑娘姑娘的，请格格用药。冬雪，还不过去伺候，格格身体那么虚弱，你要她自己端着药碗吗？是。等等，让朕来喂他喝，把他扶起来。来，来，可怜呐，长了十八岁才见到爹，还弄得身受重伤。别这么看着朕，朕知道是朕对不起你娘，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的怨吧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啊，朕一定会加倍的补偿你。皇上，恭喜恭喜，父女团圆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叫皇阿玛呀。
怎么，你不想要朕这个爹了吗？想，太想了，就怕我要不起。什么要得起要不起，就算你不要朕这个爹，朕也要定你这个女儿了。来，快叫一声皇阿玛。我还什么我的，再不叫皇阿玛会生气的哦。叫啊，快叫啊，皇阿玛。好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格格千岁，千岁，千千岁！恭喜格格，恭喜格格！奴婢参见格格。格格千岁，千岁，千千岁！好好好，好。紫薇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这么做的，只是当格格的滋味实在太好了。有个皇上做爹，被宠着，被爱着，实在太好了，我受不了这个诱惑。你让我先过几天格格瘾好不好？先借你的爹几天好不好？我发誓，等我病好了，一定把你爹还给你。好，太好了。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我现在越来越没有把握了。小燕子是个古灵精怪，花招多得不得了，最会灵精变的。以前我们也被官兵抓过，被坏人盯过，被高手欺负过，小燕子总有办法逃脱。她总说自己是一只抓不住打不死的燕子，这样的燕子她一定会千方百计想办法给我们捎个信儿才对。除非她没办法给我们捎信儿了。被关起来，失去自由了。或者他已经完全无能为力，或者他不会的，他会长命百岁的，他不会死的。皇后娘娘，那小燕子从入宫至今都住在令妃娘娘那儿，深受令妃娘娘的照顾。最近太医、宫女、太监也添了不少。那又怎么样？自从上次奴才陪皇后娘娘去看那小燕子，皇后娘娘怀疑小燕子来历不明，说万一出错就要砍小燕子和令妃脑袋的话，已经传到万岁爷的耳中了。哼，该死的令妃就会对皇上搬弄是非。皇后娘娘，你说小燕子这事儿，要不要派人去五台山给老佛爷送个信儿？那怎么行啊？老佛爷去五台山闭关之前，说过没天大的事，不要去惊动他老人家。你看这个小燕子，会是天大的事儿吗？可是那小燕子虽然没有正式册封，可宫里的人都叫他格格了。容嬷嬷，你去准备几样点心，咱们就去关心一下那位格格。这，啊，疼死了，我死了！格格，这，太医，太医，快传胡太医来！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我只是肚子不舒服。茅房在哪儿啊？格格，你是要出宫吗？出宫，是，我是很想出宫，还是先上茅房要紧。茅房在哪儿？腊梅冬雪，去把官房拿来。哦，对了，让胡太医不用来了。是。官房是什么呀？我要的是茅房，茅房。
房是马桶啊？哎，不是，我自己来。哇，天哪！你们家马桶也太高级了吧，好舒服，就跟坐在棉花上一样，软乎乎的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回格格，这是皇上、娘娘和格格专用的手纸。天，他们用这么好的手纸啊！可怜我们大杂院的孙婆婆和小虎子，连草纸都舍不得用，只能用干竹叶。你这个手纸还有没有多啊？能不能给我一些？我要多一点，留给小虎子用，这样他就不会被竹叶把屁股给刮伤了。只要格格吩咐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谢谢谢谢。在大杂院的时候，孙婆婆每天早上都弄地瓜给我吃，让我蹲茅坑的时候可以顺顺的。在这躺了这么久，没有地瓜吃，害我几天都没解决。好想念大杂院的地瓜，还有紫薇，也不知道紫薇怎么样了。格格，你好些了吗？嗯，好多了。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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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各位姐姐妹妹们，多谢你们的路见不出，伸手相助。小燕子，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。将来等你们霸着茅坑不拉屎的时候呢，我一定会一样的给你们端茶送水，外加扇扇子。嗯。奴婢不惶恐，奴婢不敢。嗨。我们互相帮助，有什么不敢的呀？我，哎，我要通了，我要通了！你们快出去，快出去！别熏着你们了。格格，给您香枣。哦，太好了，还有枣子可以吃。嗯，嗯，好吃，好吃。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枣子。格格，您怎么把它吃了呀？这是用来塞鼻子里面去味用的，不是拿来吃的。啊？这么好吃的枣子，你们不拿来塞肚子，你们拿来塞鼻子？你太浪费了。皇后娘娘驾到。皇后早不来晚不来，怎么偏偏挑这个时候来？皇后娘娘吉祥。皇后娘娘吉祥。什么东西？宇文器！保护皇娘娘。哎呦，天哪！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是格格吐出来香枣核。什么？令妃，你怎么这么怠慢格格？你这儿没吃的吗？竟然让他吃香枣，还能吐枣核吐成这般模样，这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快把皇后娘娘亲自给格格挑选的点心礼物呈上来。这个皇后上次吓唬我是坏人，我宁愿吃香枣也不吃她的点心。哼。
我今天是帮皇上来看小燕子的，她现在伤势如何？听太医说她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是吧？怎么没看得出来呢？格格身体不适，皇后娘娘，小燕子受伤至今一直没办法出宫，太医一再交代，若持续不能出宫，这事儿就大了，所以我让腊梅和冬雪在里面陪着格格方便呢。方便是指什么呀？方便就是你现在做的事啊。皇后娘娘，对不起啊，您来的真不是时候，小燕子我憋了好久了，还在努力当中呢，我现在正在方便，所以啊非常非常的不方便见您，要不您老人家在外面坐坐，喝喝茶，或者看看有没有什么冒牌货可以让您掐一掐。嗯，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，他说的是些什么话？容嬷嬷，这咱们走。臣妾恭送皇后娘娘。不必恭送皇后娘娘。太好了太好了，那个皇后一走，我这几天所有的存货全部的通通通出来了。这小燕子不知天高地厚，今日得罪了皇后，这以后可有罪受了。容嬷嬷，你看这个小燕子像个金枝玉叶吗？这么粗俗，我在宫里还没见过，我进宫前也没见过，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。别说娘娘没见过，奴才也没见过，竟敢把文家的香枣给吃了，还惊天动地的吐枣核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娘娘你别着急，他这么吐啊，再过几天在皇上面前他一定会原形毕露的。你说的是，皇上那么聪明，只要他再吃几次香枣，咱们就等着看好戏。可以走动了吗？御膳房特地送了一桌补膳过来，让你好好补补身子。如果你可以走的话，最好过去吃，因为实在太多了，没办法端到这里来。可以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自从我坐在那个棉花官房上噼里啪啦大通特通之后，我肚子就饿得不得了了。嗯，好香啊，有什么好吃的？有没有烤地瓜？有没有红烧肉？有蛋炒饭吗？格格到餐厅就知道了。好好，那我们快走啊。慢点啊。哇，娘娘要请客啊？来的人多吗？我穿成这个样子，头发也没有梳，我不方便见客的，待会儿又让令妃娘娘您丢脸。那个凶婆娘她会不会来啊？凶婆娘是谁呀？就是那个商量着要砍咱们头的皇后。呀，你胆子好大呀，居然说皇后是凶婆娘。你别担心了，这菜都是给你一个人准备的，不多不多啊，只有24道菜而已呀。这都是给我一个人准备的，24道菜。娘娘，虽然吧，我是真的很饿，可是如果要把他们都吃了的话，我估计我又得生病了。到时候啊，你们恐怕得给我准备很多很多很多官房才行。又没让你通通吃掉，每一样尝一点就好了。来，先坐下。那每样吃一点点，剩下的怎么办啊？宫里有养猪，吃不了喂猪啊。喂猪？嗯。小胡子他们要能进宫当猪就好。来，尝尝这个。鹿筋拆肉烩银丝，蛮清爽的。啊？鹿筋炒肉烩银丝，这
这又是金又是银的，我怕我的胃会吃不消。我知道你们皇宫吃东西很考究，怎么你们金子也吃，银子也吃啊？太厉害了，我不敢吃。那好，尝尝这个红白鸭子。鸭子好，我吃鸭子。嗯，谢谢。娘娘，我吃这个鸭子就好了，吃完了我就饱了。其余的菜你送给腊梅和冬雪吃吧，省得便宜那些皇宫猪了。怎么能光吃一道菜呢？24道吃不了，至少也得尝个17、18道啊。来，尝尝那道菜。干贝珍珠片。这个干贝啊，你就不要吃了，是用来调味的。尝尝这个珍珠片。珍珠片？你们连珍珠都能切成片来吃啊？当然不是珍珠了，是石斑鱼的面颊，要20条鱼才能切出这样一小盘来。石斑鱼的脸颊，20条鱼、嗯、天哪，你们也太浪费了吧。这个呀一定要吃，这是口蘑燕窝锅烧鸡，鸡就不要吃了，燕窝一定要吃啊。娘娘，我知道有钱人他都会吃燕窝，可是这个燕窝它是真的燕子的窝，还是只是有一道菜它名字叫燕窝？这当然是真的燕窝了，宫里怎么可能有假燕窝呢？这个燕窝是要到悬崖峭壁上去采摘的，这是精品燕窝，这一盅啊是从那里面挑出来最细最好的。我吃饱了，你们金子也吃，银子也吃，这也就算了，还你们居然连我小燕子的窝都吃了，这燕子没了窝，它要住哪啊？你们让我小燕子吃小燕子的窝，打死我也不吃，饿死我也不吃。格格，我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。什么话？你现在已经被皇上认了，就再也不是当初的小燕子了。皇上有那么多的格格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喜欢哪个像喜欢你这样。被皇上宠爱是一件无上荣幸的事情，可是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宫里有那么多人嫉妒，那么多人眼红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，你一不小心被别人抓住了小辫子，有可能就稀里糊涂地送掉一条小命。哪有那么严重啊？你最好相信我。这皇室血统不容混淆，如果有丝毫破绽，这姑娘会砍头，你的脑袋也会不保。可是娘娘，我迟早有一天还是要出宫回家去的呀。嘘，这话是犯忌讳的。什么回家？这就是你的家。从此之后，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可是，就是不能再提你民间的生活，或者是有关你爹娘的疑惑，还有小虎子、宝丫头这些民间朋友都不能轻易再说出口。啊？这都不能说啊？那柳青、柳红、紫薇，不管什么青的、红的、紫的，都不许再提。皇上已经认定了你是格格，你就是千真万确的格格，连你自己都要毫无疑问地相信这一点。那如果万一我不是格格呢？
如果你不是格格，那你就是欺君大罪，是一定要被砍头的。不止你会被砍头，受牵连的还有一大群人，第一个就是我。所以把这句话咽到肚子里，永远都不许再提。紫薇，紫薇啊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我是怕死的人，我可不要死。我活得这么快乐，我舍不得我这颗脑袋啊。格格，都准备好了，可以沐浴更衣了。可以干嘛？就是可以洗澡换衣服了。可以洗澡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！这几天都是你们帮我擦擦抹抹的，我这身上都快发臭了。澡盆啊！天哪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哎，为什么有两个呀？回格格，这个是给格格洗上身的，那个是给格格洗下身的。那些绣花桌布是干嘛用的？那是擦身子用的，不是什么桌布。那个呀，用一条收一条。腊梅冬雪，你们伺候格格洗澡，我就不管了。是。娘，你们要干嘛？你们这么多人，要看我一个人洗澡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小燕子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被人光溜溜的看。哎呀，你们快出去吧！我有手有脚的，洗澡不用人伺候的。快出去，出去吧。紫薇跟我那么好，也没看过我光身子。那谁帮你擦身子换热水呢？还有谁帮你换衣服呢？哎，我又不是小孩，我有手有脚的，我干嘛让别人给我穿衣服啊？哎呀，娘娘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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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出去快出去。好，大家都退下吧，你需要什么就喊一声，衣裳就放在那儿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又不是去骑马打仗。哎呀，我就是洗个澡而已嘛。出去吧，出去吧。你们谁都不许进来啊！总算可以一个人洗澡了。送早豆来，说了不让你们进来的。哎，还有豆子可以吃啊？这豆子一定不是拿来吃的，对吧？这是干嘛用的？是洗身子去脏物用的。哦，我懂了，怪不得我们都用皂荚，原来这个豆子都到你们这里去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放下放下。快快出去，快出去吧！这么多内衣，穿哪件啊？呀，真好看，这是内衣吗？不是不是，一定不是，内衣都穿在里面的。没人看得见绣这么多花干嘛呀？紫薇的肚兜也就是一个白的，上面绣了一朵小花而已。我可不能穿错了，让别人笑话。皇上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。怎么皇上跟皇后一起来了呀？
臣妾恭迎皇上，臣妾恭迎皇后。小燕子呢？她完全康复了吗？她完全康复了。啊，怎么没见到她出来迎接朕呢？她正在沐浴更衣呢。啊。小燕子，这件小衣是穿在最里面的，是内衣。哎呦，格格这打扮可新鲜，咱们满人的小衣居然可以当大衫穿。令妃啊，你宫里的宫女是不会伺候格格，这格格沐浴更衣是谁伺候的？腊梅、冬雪，你们一群奴才做些什么？容嬷嬷，去给我教训他们。别以为民间来的格格就可以这样忽视。这奴才遵命。皇上开，皇后娘娘开。你们不要乱管他们，是我自己要这样穿的，我故意这样穿的，不好看吗？嗯。皇阿玛，自从我进了皇宫，我才知道这有多浪费啊！啊，香枣拿来塞鼻子。豆子拿来洗身子，十只鸡才做一道菜，一个人要吃24道菜。还有这内衣，又是绣花又是镶边的，弄得这么咋呼，给谁看呢？这要是不穿在外面的话，那就太浪费了点了。是啊，你说的有道理，这宫里面是太浪费了。皇后啊，哎，臣妾在。你身为东宫之首，掌管内宫。这宫里面浪费的风气确实是应该改一改了。臣妾知罪了。不过小燕子啊，你这身打扮实在太稀奇了点。皇阿玛，我这叫内衣外穿，我这样一穿啊，说不定将来有一天会变成大流行呢。大流行？小燕子，你太有趣了，内衣外穿。嗨，这狗长得好奇怪啊，长了个龙头，还长了那么多角。小燕子，这不是狗，是麒麟。麒麟啊，我看就说四不像嘛。麒麟在古代传说中是一种神兽，象征着祥瑞，也有国泰民安、国富民强的意思。你呀，不要随便讲话，小心呢又犯忌讳。这也忌讳，那也忌讳，真麻烦。这个是最简单的草稿，你们看个大意，如果没问题，我再画正式的。想不到。你刚忙完圆明园的维修工程，马上开始设计宁寿宫的花园了，你真是没有闲着。这皇上早就想在宁寿宫的西北角盖一座花园了，看来这美梦要成真了。你们再看看我在这座花园还设计的什么。五华轩，如香馆，三友轩。哎，班吉明，这个三友轩不会是为了我们兄弟三个设计的吧？怎么被你一语道破，对吧？不得了不得了，这班吉明的中文真是越讲越溜了，成语都出来了。五阿哥，咱们的那个大不列颠语还在狗头猫脸的阶段呢，真该努力了。嗨，哎，慢点儿。娘娘，这次啊，我可不会再认错了，也不会犯忌讳了。这是一对石狮子。娘娘，你一定知道这石狮子啊，哪一边是公的，哪一边是母的。那您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张着嘴，一直闭着嘴吗？不知道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小时候啊，师太就告诉过我们，这狮子啊，它是在念佛号。
张着嘴的狮子呢？是啊，闭着嘴的狮子呢？是咪，所以呢？是阿弥陀佛。还有还有，我们小时候还会念呢。摸摸狮子头，一声不发愁；摸摸狮子腚，一声不生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啊，师太说了，就是屁股的意思，屁股。哎，两位同学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摸摸狮子头，摸摸狮子屁股。哥哥，屁股这两个字是不能随便讲的。为什么呀？这猫也有屁股，狗也有屁股，老虎也有屁股，谁没有屁股啊？花嘛，它还不是要用屁股来坐到龙椅上。哎，你看，好多鸡蛋，还大大小小摆成花摆成鸟呢，看看去。那哪是什么鸡蛋呢？那是卵石葡萄。鬼子，那个一箭射到我的人，小燕子格格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小燕子格格，小燕子格格，他居然是格格。这个洋鬼子知道我在街头卖艺，如果被他拆穿了我的秘密，我的脑袋不保。哎，格格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是谁吓到你了？哎，别怕，我不会再用箭射你了。当初明明看到是一只鹿，一不小心射出去，没想到误伤到你，抱歉抱歉。你就是乌阿哥，我哪里像鹿啊？我有鹿头吗？我有鹿角吗？我有鹿尾巴吗？你别拦着我，我要走了，快走开！你确实没有一个地方像鹿，不过勉强说，你的耳朵还是有点像。啊？开玩笑。不过，如果没有我那一箭，你怎么可能跟皇阿玛见面呢？你应该谢谢我才对。我还要谢你啊！格格，好像你跟我阿哥已经认识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福大学士的二公子，他跟大公子尔康啊都是皇上面前的红人。尔泰呀，是我阿哥的伴读。福尔泰参见格格，格格吉祥。我才没什么吉祥呢。这个绿眼睛的人又是谁啊？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得这么奇怪的人。从来没有见过。这位是班杰明，你可不要小看他，他可不简单，他是郎世宁大画家的学生，能文能武，而且还是个中国通，是咱们的宫廷画师。在咱们这儿，只有他跟郎教士两位洋人可以在宫里随便走动。班杰明，参见格格。我惨了，原来他是宫廷画师，我画像还在他手里呢。天哪，他就是那个握着我小辫子的人吗？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格格不会倒霉的，格格会长命百岁的。不过格格看起来实在有些面熟。小燕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格格肯定是大病初愈，走得太久累着了。这样吧，咱们到前面那个湖心亭去坐一下吧。啊啊，你知道吗，小燕子，前面那个湖心亭啊，就是班杰明设计的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本来啊，
瞄准小鹿的是尔康，如果当时我不分散尔康注意力的话，可能你就逃过一劫。我阿哥瞄准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步，这才射到了你。之后你受伤了，听说很严重，我也有犯罪感。原来有犯罪感的还加一个你啊。那么故意去猎熊的尔康也不能置之事外，我们四个都成了共犯。你这只小鹿是我们四个人共同猎来的。我以茶代酒，敬我们最可爱的小鹿。好，我敬最新鲜的格格。嗯，那我敬最糊涂的猎人。我敬最离奇的女刺客。这班杰明什么意思啊？要扣我一个帽子，说我是女刺客？谁是女刺客？你才是男刺客呢。格格，不要无礼。格格受伤后昏昏沉沉的，不知道曾经被人怀疑是女刺客，当初真的是误会太多了。抱歉抱歉，既然是敬最美丽的小鹿，为什么不用真酒呢？中国满人都是大口喝酒大块吃肉，不是吗？那个本子一定要弄到手，总要把证据消灭才行。哼，没有证据，他就算说出我的秘密，我还可以赖说他看错了。喝酒？说的是，你这个大不列颠国人啊，怎么比我这个满人还了解呢？说的没错，应该是大口喝酒。哎，好啊，喝酒喝酒。哎呀，我进宫以来躺了这么久，喝酒什么滋味我都不知道了。你这个洋鬼子，什么不好提居然提喝酒，那我就灌死你，灌得你七荤八素的。哥哥，这不太好吧？嗯，你身子刚好，能喝酒吗？能啊，能能能，嗨，有什么不能的？好，来人啊，上酒上菜。来来来，来来。来来来，满上满上，满上满上满上。嗯，哎，谢谢令妃娘娘。嗯，谢谢五阿哥。来，谢谢福家少爷。来。至于你，你长得跟我们不太一样，心里有什么鬼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会画画。我倒想知道你的画什么样子的。嘿，哥哥看不懂，这都是设计图啊，你还给我。你怎么知道我看不懂？我又不是瞎子，怎么看不懂我的画像呢？班杰明，你快坐下吧，别那么紧张，给他看看又能怎么样了？你还给我呀、啊！不会不会不会。哎，小燕子，这些画可是班杰明的宝贝，你小心点，别撕破。哎哎，小燕子，别皮了。啊！啊！你看，你还真的撕破了。你这个奇怪的格格，难道你不懂得尊重别人吗 ？Please, give it back。给你一半。给我啊，还给我，你还给我呀、啊、No！ 啊，糟糕，快去画册。世界一片